有，那你本身像比如说今天你比赛唱的这个歌，或者是你平常练一首像是动漫主题曲，大概要多久的时间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下课或下班回家，电脑一打开，然后就喜欢的歌就一直播，一直播，然后就一直唱，一直唱。所以说，如果要考你这些动漫主题曲，你是 OK 的吗？应该大部分都 OK。真的？那我要开放点歌咯。好。有没有特定要哪一个？他举得很高兴，不如就他好了，好不好？你要唱什么歌？你想要听什么歌？哦，是他吗？我刚刚是点他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你告诉我你想要听什么歌？有听到吗？刀剑神域。你会唱吗？那个太新了，我有点老。那个太新了啦，不要这么新的矮歌哎，所以要给他一点练习的时间来的。什么？小旺来唱歌，先告诉大家一下你的编号是几号，请各位投票。